吴大志，猫哥、狗哥，你们怎么会来的？打电话给你也不接，啊，也没有跟我们联络，我们直接来找你喽。误会误会，我怎么敢不接呢？我真的是很忙啊。两位大哥，有什么事我当着面哈。拜托。两位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你欠我们的钱已经过了2期，再不还，我 guarantee 你公司里面的人全部会知道哦。你们不要这样嘞，你们让我丢了工作，我哪有钱还给你们啊？这样吧，你们给我3天时间，3天后我一定还钱的啊。好，就给你3天，3天之后你最好自动 automatic 去我们公司还钱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一定还一定还，谢谢谢谢。你要记得听电话啊。为什么对你那么凶？你签大耳窿啊？喂，不要乱讲话哦，他们是我的客户啦。客户？客户为什么要你还钱啊？还限你3天的时间。不用了。不会吧？吴大志，救命啊！他是我要的人，放开他！不行，祖上交代一定要把他带回去。喵！那就先过我这关吧。咻！凤姐，是我了，不然你们以为是谁？凤姐，我们差点认不出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差点认不出是我，我变很多吗？没有啦，你比以前漂亮多了。不是跟以前一样啦？你怎么样啊？你们两个还在当跑腿啊？没有啦，非法的事早就不做了。我们现在啊，在帮合法的借贷公司收账 ，OK？ 有 license OK？ OK 啦，最多有 license 啦，不做犯法的事。来这里做吗？那就找那个，哎，那嘉欢呢？又不要跑了。哎呦，对哦，我的也不见了嘞。OK OK OK， 改天啊，我们的老地方喝两杯啊。On 呐 On 呐 On 呐。二弟，吴大志，开门啦！谁在叫你啊？吴大志，我知道在里面，不要再躲了，出来！开门啦！吴大志，在外面开门啦！开门！吴大志，我知道在里面，不要再躲了，出来！开门啦！哎，凤姐，你们两个做梦，就是在追到这里来啊？凤姐，你住这里啊？欠我们公司钱的家伙，原来就是你邻居啊！就是那个吴大志，欠钱不还，还跟我躲猫猫，害了我们两个，很难跟公司交代啊！哎呀，你们不用找他们了，全家人都不在。凤姐，如果是以前的话，我跟他吊住头。放火泼漆了，就是啊，刚才就是忍不住我去买了漆，还有火水啊，惹火了我们了，一把火把它给烧了。跟你们说啊，最好不要乱来啊。但是我是说，我的房间我最近要租出去，要是让看房子的人知道我隔壁欠大了，我怎么住？所以不要害我嘞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当然给凤姐面子啦。不过如果臭小子回来，就麻烦你通知梅笑了。OK 啦 ，No problem。他一回来，我马上立刻打电话给你们啊！记得不要乱来啊！有你这句话，记得记得，凤姐，谢谢啊。吴大志，猫哥、狗哥。怎么这么早啊？早个屁呀、啊！等你很久了，看到我们就知道怎么回事啦，还钱啦！他们是谁啊？我们是贷款公司的人。你跟他们借钱啊？借多少？也没多少了，3000块而已啊。猫哥好，
是3万 ，OK？ 3万块？你头个坏呀！3000和3万都分不清。我是跟他们借2万，他们利滚利滚到3万了。哎，达令达令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这么做很不应该。你能不能借我包包，先顶一顶啊 ？No， 你拿我包包来还债，你无药可救啊你！啊，达令，去哪里呀？去救我老婆，还了钱你要怎么样都可以。两位大哥行行好，善有善报，麻烦你跟你老板说，多宽限我几天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今天要把钱还清。可是我真的没有钱啊。那拖啊，还不拖？这是大庭广众嘞，拖啊！拖拖拖！喂，你干什么？我是说拖手表啊！不行啊，手表是妈妈送的。